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ジャーナー老师です。好，今天的轻松掌握五十音，轻松掌握五十音第三集是不是？爸爸，对，第三集三一起逆三，不是三，就是三。所以第三回，第三回です。哎，今日何を勉強するでしょうか？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三行，还有他行。这边是片假名也是一样哦，三行跟他行。然后马里马说呢，好，那个我们那个上次第二集的时候，是不是学过阿行跟卡行？还记得吗？啊，一乌诶，哦，卡基库克科。是吧？那今天呢，就是跟上次第二季，差不多的一样的学习方法，就学习学习三行跟他行，頑張りましょう。耶、yeah? ！啊，那就看一下，三行です。五十音的第三个行就三行，我就先发音一下：さ、し、す、せ、そ。さ。し、す、せ、そ。片假名是一样哦，音一样的。さ、し、す、せ、そ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一个一个字。さ、し、す、せ、そ的字，大家。看起来哪个比较简单的感觉？这个字对不对？对呀、是一只蚯蚓一样的啊。细这个字的话，可以说，在日语的五十音里面，很简单的东西的之一。啊一乌诶，我的一也是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一还有细这个东西的话，很容易记啊。OK， 啥意思？这个是片假名，片假名就接下来看一下吧。哎，我们罗马字就是打字的时候用 S， 用 S， 后面 R、E、O 这是一样。用 S 的话可以打出来サシスセソ的音。大丈夫ですか？頑張りましょう。さあ、那就サシスセソ的さ，哈，哈，さ，好像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啊。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二句我们学习的时候。卡基库给口的 key 是不是有两种？一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是这样子吧？对，道理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这个是叫印刷体，这个是叫手写体。就是看字体，看那个字体不一样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呢，就不用想太多，你们喜欢写哪一个就写哪一个，好吗？我比较喜欢这个，比较喜欢，所以就练习一下，跟着练习。一、二、三，一三，一、二，啊，二平，三，你看，三，来怎么呢？一。二三，好简单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对，就是这边的标的部分还是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不要忘记，好吧？就是撒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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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就看一下，片假名，片假名，哈哈哈哈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呢？草字头啊，但是跟草字头哪里不一样呢？这个地方不一样，这个部分把它长一点写就可以了。来，撒草字头，一起你长一点啊！我很想写草字头啊，一起你，但是要长一点，一起你撒。简单，一二草字头，最后长一点，一二长一点，
这样子的话就是사完成了，很简单哦。그렇네하이사看一下，平假名的사，这样也可以，还有这样也行。还有一个，噔噔，사，片假名的사，草字头，最后是长一点，好吗？那罗马字的话怎么表示呢？噔噔噔噔，彪彪，对 ，sa，sa 就是사，사시스세소的사，耶。那就接下来看一下시，哇，咒音来了，咒音来了，好简单，好，哇哩，啊，就是，好了 ，OK， 如果是一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啊，但是시시这个的话比一更简单，是不是？你们写一的时候，这个部分比较强的，砰，哦中，那就写的话不要那么强，自然的很温柔的，对，那个什么，就是摸摸摸摸那个小孩子的头的这样的温柔的感觉，是，是，这样可以的，好吗？哎，啊，是 OK 了。哎，西的片假名啊，片假名跟平假名还是不一样的。西，一二三，哦，是不是有点像三点水？是不是啊？三点水的话应该是这样子，三点水的最后的部分还是长一点些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ですか？一、二、三啊，你、你、你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你们要多多写啊，西，西 ，OK， 这个西，在网上啊，在那个日本的网络网站里面，很多网友喜欢用这个西表示一个人的动作，是什么动作呢？知道吗？这个是手，这个是，知道吗？这个是挥手的样子，明白吗？所以这边有表情，括号，下线，下下线，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很像人在啊？过去搞挥手的感觉。是不是？哎，挥手的这个部分是片假名的是，挥手是，挥手是，这样背吧，好吗？好，看一下，是平假名是这样子，一只蚯蚓，嗨，片假名的这样子，就是挥手，挥手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罗马音表示的话什么样子呢？对 ，si si， 但是这个读音不是斯啊，应该中文的话斯是不是？这个是日语叫西西，さしすせそ的西 ，OK。好，那就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？哦，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平假名的斯斯斯。是很可爱的，圈圈，横线，圈圈，右手，对，这样写，啊，是，那个面白いなるかな，是，对，是，是的意思是，如果单独使用这个是的话，我们。这个是这个东西，就是醋，那个吃东西的那个醋，这个是叫丝丝，是不是？就勉强说的话，有点像这个部分这个字，有一点像，是不是？
好嘞，好，算了，哎，四，一起，你圈圈这样子，耶，这是平假名的四，好，看一下，这个什么，这个是片假名的四，片假名的四，一起你，一起你，一起你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不好的例子，这边不可以凸出来，这样凸出来的话变成一个别的文字，一个别的文字，所以千万不要凸出来，这样啊，这个好还好，这样凸出来的话不行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，摩。好，算了 ，OK， 不要凸出来的意思，好吗？这样的是很好，这个是片假名的四四 ，OK。好，那确认一下，平假名的四，包哟。片假名的四，包包 ，OK。好，罗马音表示的话怎么样子呢？对，就是 su su， 但不可以发音苏苏，这样不行的，要自然一点，四四四 ，OK， 好，那看一下这下一个，还せ さしすせそ的せ，这个也是好像很像那个吧，草字头，那刚才的草字头是什么？刚才我们说草字头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是片假名的さ，片假名的さ，但是呢平假名的せ是长一点的部分，是就是不一样的，左边是长一点，好吗？这样写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帅哥已经写了吗 ？OK， 那美女跟我一起写，一、二、三，そうです、そうです。啊，美女写的很好，帅哥写得很好。OK， 莫改了，莫改，再写一遍。这个是三、二、三，嗨，有个人哦 ，OK， 一、二、三，嗨，そうです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掉下来的这个东西，我吓死宝宝了。OK， 大家，嗨，那 C 可以的吗？这是 S， 这是 C， 千万不要搞错。那下一个，嗨，片假名的 C， 哇，どうしますこれ？片假名的 C 哇，很像这个字吧？好嘞，啊，好，那就片假名的 C。这个 C 是不是很像中文的也啊，很像中文的也，但是好像线少一个，线少一个，一起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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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いいですか ？OK， 多一点写，多多写，一个字写三十遍，好啦。say 平假名是这样子，有点像草字头，但是跟片假名的さ不一样。还有一个，片假名的 say 很像也这个字，但是这个部分呢，跟中文的也不一样哦。那么还有se 这个不是色。色的话是刚完全别的意思，好不好？这个 se， OK， se， 日语的 se 是 se。好，那看一下
さしすせそ。那最后一个字，そ、そ、そ。一、ほ、一、おんよ、一、うんよ、这个是画那个冰淇淋的时候很方便，你知道吗？嗯哟，嗯，画了，是不是冰淇淋？来，这个里面有嗦，嗦，哎，冰淇淋的嗦，写写写三十遍，这样写的话。大丈夫ですからね。好、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、还有一个、ピエンジャミンでそう。ピエンジャミンでそう。ガンガン、あ、いや、待てよ。那先、先那个、说一下、そう、そうの主人。そう是这样写的。え？注意一下、一定要从这边开始写。え？あ、先、写一下这个短的线。然后呢、第二个线是不可以从这边开始画的，从这边开始写。一、二、两个线，两个短的线、长的线都是从上面开始到下来，啊？一、二、嗦嗦嗦，一、二、对对对对，我们看一、二、好，很好的，哎。刚才我们学了サシスセソ的第二个音シ，シ的变音假名是什么样子呢？是不是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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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 ？biang biang biang 哎，シ的话有两个点点，然后从下面开始上去，这个是シ，啊 ，so so 是从上面开始下来的，哎，不要搞错，同学们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嗦，平假名的嗦，嘣嘣，变假名的嗦，注意一下，这样写，是吧？这个是这样子写，一、二。好 ，s o， 这个是日语的嗦，いいですか ？OK。啊，次行きましょう。哎，三行，三行学会了吗？看一下。我慢慢读一下哦。さ、し、す、せ、そ。さ、し、す、せ、そ。SA、さ、SA、し、SU、す、SE、せ、SO、そ。さ、し、す、せ、そ。好。はい、接下来。他行、我们要学习一下。OK， 頑張って頑張って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群衆一来，好吧 ？OK， 打起字的多的是啊，片假名も不要忘记，好吗 ？OK， 行きましょう。啦啦啦啦，さあ打起字といきますよ。打起字的多，打起字的多，嚯！哎，读一下，打起字的多，一起来，打起字的多，很好。片假名看一下，打起字的。多，哇，罗马字呢？塔七次的多，对，塔七次的多是，我们用 t t 来表示。卡基库结果是什么 ？k。三西四在说呢 ？s。啊，笑死宝宝了。读下来，塔七次的多呢？对 ，t。大丈夫ですか？那就我们学习一下。他七字的多一个一个字，好不好？よいしょ。さあ、では見てみましょう。はい、他。ほう。他。この野郎、他。他。群青一起写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笔顺是一、二、三、四这样子。一、二、二、三。四，他，是吧？一个
很像十十，还有一个卡키쿠케고다코很像，是不是十코，中文的十日语的코，中文的十日语的코，十코十코타타。来看一下片假名啊，片假名啊，这是有很像很像那个就是中文的这个字西，是不是西？对呀，跟西就可以说一样一样，西他西他西他啊，西的话他，西的话他，这样这样记。好，确认一下，他十扩，还有一个是西他，嗨 T A 是不是？他记是多大？他好看一下七七啊，七吧呢？你们有看过跟这个很像的一个字吧？是不是？这个字，对呀、啊，今天的第今天我们学的第一个字是不是？今天就是沙汉沙汉大汉，第一个字就是沙哦，沙耶沙，我是镜子，我是镜子，沙。他照镜子，是不是我是这样的脸，是吧？哎，撒的相反，相反，这个是七，哎，撒的相反，撒的相反，撒的相反就是叫七，七，意思啊？七，七万呢？他对吧，比方说这样子，他就把手就是撞到了，撞到了，哎呀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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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，出水了啊，水水就是叫气气，对啊，就是这个汉字，日语也是一样，这个叫叫气，哎，这个时候如果说啊一刀剁啊杀杀，这是很傻瓜，就是像笨蛋一样，所以就一定要说气啊一的气气，好吗？气不可以忘记。好，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气的片假名。片假名很像那个吧，很像一千的千，是不是千千千七千的七千的七，那千的七也这边不可以凸出来，是吧？还是跟那个这个千一样的，最后的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跟千有点不一样，他想走拐一点啊。OK， 千的七，一千两千千的七。OK， 好，看一下，平假名的七，萨达相反，啊，七出血了。还有一个片假名的七，一千两千的七，罗马字表示的话，这样子 ，T I 七不是 T， 而是。气，好，看一下刺刺刺，别看不起我啊，这么简单的字啊，有没你看有人不能学吗？这个东西有人学不会吗？刺这么简单，刺哇，刺是很像这个字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字这个字是擦西，四岁做的西，是不是？西转过来，反过来，然后他想躺下来，就是刺完成了，西转过来，他想躺下来，就是变成刺，好吗？刺，这个多多学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，刺的片假名，对，一二三。
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就在这边跟大家建议一个建议，日语里面片假名、平假名里面有很多就是很像形状很像的字，这样的字的话，就是建议，就是一块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套餐，一块背起来比较好。比方说刚刚学的这个东西，还有我们学了这个东西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呢，这个字，这个叫西，西，这个是嗦，嗦，这个呢，刺，刺，很像，很像，所以要一起背，好吧？西，嗦，刺 ，OK， 刺西的话，这个点点是有点横的感觉，但是刺是竖的，这个完全不一样哦。完全不一样，明白？西，次，大家好好看一下 ，OK？ 给这个可以那个返回我在教西的那个那边，好好看一下哦。好，次片假名，次片假名，如果用那个的话，都是 T U 次 ，OK？ 嗨，哦，铁，这个是铁。大家这个很简单哦，你们看一下自己的手，自己右手就可以的，自己右手，自己右手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字啊？啊，有吧？对呀，看得到吗？对呀，这边有一个这的字，是不是跟这个完全一样？好吧，这就是你的手里面有这个字，而且啊，有一个很大的、很好的信息。我们日语的手叫“手”，这么方便，太方便了。“手”“手”的里面有“手”的一个字，哈哈，真的太简单。OK， 那这个字我不讲了，太简单。还有这个，手”的片假名哦，这样子，手。哦，一二三啊，是不是？这是很像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应该中国也有吧？这个是日语的话，也不是日本的话，就这个标记就是表示邮纸，邮纸的标记很像一个片假名的铁，邮纸标记想走拐，邮纸的标记就是他想走拐，一起三，一起三，OK， 好，那就 T， 是吗？还有一个片假名的 T， 好 T E T， 不是，就是。不要搞错。好，最后一个字，と，立ちつてとだ，と，はい，とです。とは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そうですね。好，と，と，这个日语的一个助词里面有一个と，と。是中文的和的意思。我跟你，私とあなた，私是我，あなた是你，私とあなた就是我和你的意思。上海和北京，上海と北京，就这样简单。就是这个字的话，就是很常用的。Okay， 所以就建议就快点这个背下来。托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片假名的托。这个可以说那个跟汉字的，这个是叫仆，是不是？女仆的仆，跟这个仆一样，可以说一样。仆，仆，仆，
普就是日语的片假名的托。好，注意的是啊，托片假名，还有一个普，这个是片假名的托。托 T O OK。好，那个最后我们确认一下，他行学会了吗 ？OK， 我来慢慢读哦。哎，他七次的托，他七次的托。哎，变假名音是一样的，他七次的托。OK， 如果用那个罗马字表示的话，用 T， 他七。四的托不可以读塔提图特托，不是哦，塔七四的托。好，